前金會就是屬於劉解休的，那下一隻就是我們的社長藍藍，他唱的是一片水潰園，無必跟去探望董少遠，因為董少遠病了，那他裡面有什麼劇情呢，或者什麼情景呢，那我們有請藍藍和徐玉明兩位獻唱的一片水潰園，有請兩位。Thank you.
在黎明中，你带我。
Oh, God.
Oh.